警队啊，包括响应年轻这个音乐朝圣的活动，包括我们也特别要求啊，主办的部分呢应该严格遵守啊，这一点我们特别在这边来跟大家报告，也期待在这边邀请我们全国的年轻人，包括全国爱好音乐者，可以同时到恒春半岛来对音乐朝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庆，也请邀请到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呢。除了清明祭祖扫墓以外，这个春假连续假期呢，可以在尽情的在屏东的湖光山色，屏东的啊人民的热情呢，在等待大家。一些遗忘在脑后，不难道都是梦？应该不与牵手牵手。我想我